进攻级。 你们拿到最新的面甲装备了吗？拿去吧。嗯，老子我挺喜欢的，只要朝那些小人的脸开枪，就不会有臭味了。嗯，好啊，我欠你一次，在，这样才对嘛。 反正我用那把可能还顺手些，我会还你的。哇，我可以掷双枪吗？好，我会好好利用它的。拿去吧，我赚到了。 子弹这样才对嘛？嗯，好啊，我欠你一次，拿去吧。你真行，有子弹就行了。好啊，反正我用那把可能还顺手些。谢了。我就都搞清楚你的目标。 射程范围内。 不见了，这家伙交给我，他爬回自己的老巢了。 希望那通讯阵列的发电机正常。 6号，先找一下附近的发电机。 Thank you.
高处。在大楼中庭的 Kate， 你在哪里？正在开门。
中尉，去搭电梯。支援火力呢？应该有四座平台，只要一发 MAC 就能轰掉它了。我才不信！哎，目标不行了，我就定位了。
说 Hosey， 是的，收到，这就过来，根本不用司令部提醒，我这大半生都得听他的。中校，我需要的是协助，不用报告发生过的大小事，我真正要的是你们上次行动的详细报告。 George， 真是好久不见了。长官，你对我的护甲动了什么手脚？我只是加了点自己的东西。是啊，维斯格勒中继站有一位叫 Laszlo Sovada 的疫情考古学教授在那里的资料中心工作，你知道他的死因吗？是那位六十几岁的男性平民吗？他是被星盟的能量剑拦腰砍死的。所以是精英，他们也攻击我们。长官，就是在发现你那科学家的女儿之后，那时她躲在……那不重要，重点在精英。跟我多说些有关他们的事。有三个精英，都是狂战士，我们逮到其中一个，是队长。从外观看来，狂战士，你确定？他们的护甲构造符合，护盾强度也一样。我下令停止追击。我们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恢复中继站连线。主要目标？中校，你是三岁小孩吗？长官，包括我在内。有一部分欧涅的人相信星盟派了几支精英前卫队来追寻他们重要的宗教工艺品。根据生还者描述，这些队伍规模很小，行动敏捷，且成员几乎都是狂战士。这证明了他们的目标是欧涅存在那里的大量考古资料。结果你放他们走了。命令并没有要我们取回资料，就算我们知道，也还有其他更紧急的事要做，比如警告该星球。Sorvet 教授在他野外笔记的最后记录中写下关键发现，他可不会随便用关键这个词。
希望你们上校窃取的资料模组当中有那个关键发现。 Cat， 在你开口之前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企图存取它的内容，这跟窃听没两样，那是一级机密资料，你妨碍我工作，我大可让你吃牢饭。或许你也想陪他。什么？我们正在进行寒冬告急的紧急命令，想必你应该很了解平民妨碍超级战士部署行动的刑罚。中校，你是在威胁我吗？我只是善意的提醒。走吧 ，Noble 小队。长官。George， 走吧。